如果遇到坏人抓住你的手怎么办？怎么甩都甩不掉的情况，这时候千万不要慌张，用你的右腿直接往上跨，用力往下压，自然就开了。实验一下，来，用你的右腿往上跨。如果有坏人抓住你的双手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，上步的同时旋转一下，然后顺势一脚，旋转一下，来。如果遇到坏人拦住你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，顺势抱头，使劲跪着，接住，站一下，来。我们遇到坏人从后面抱住你的时候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，先让他享受一会儿，然后撅起屁股并他肚子，实战一下，来。小飞困难呢？我遇到坏人过来挑衅你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，然后双手蓄力向上推开，然后顺势一脚，实战一下，来，推手踢。坏人把你按在墙上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，双腿向他击打手部推开，站一下，来。好，请福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，麻烦。9 8 3 1 2 3，好了。他不走。好，福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，麻烦我们的师请到我们舞台前方集合。哎，过来呗。如果小鸟来的话，你还会哭哭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小的可以，大的不可以。小的可以啊，大的哪一种？像长颈鹿一样的。哪有长颈鹿的鸟啊？不走哎，他不走哎。好，请福瑞斯特有参加跳绳比赛的老师。